这屋子那的吸收着空气不好，影响干疙瘩，危害，真的得赶出来。那不就是空气污染吗？你像孕妇啥都不敢出来，那谁敢出来活动？出来活动的呼吸是那，新陈就是那尘土啥的。那你们看都戴着口罩嘞。那误会这事就会好，那看不见就多少走路，那这种低着头走路看都看得近嘛，你。没见过，没见过，真大了，我这我六十四了，这像今天这能见到有三四米的地方，我可能头一次。我这戴口罩对走路很不好啊，我不想戴口罩。可你看这么大雾不戴不中啊，这出不来气了，这光着肠出气了，到处去打气。刚才这样这出气，没办法。